我们诚毅酒店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我们非常开心呢，邀请到我们的鞠光少前来表演。那在这边，我们的总经理戴淑玲，戴总经理 Vita 呢，也有些礼物想要呢，致赠给我们的鞠光少的同所有的同学们。那其中一个礼物呢，现在在各位的后面，所以呢，我们邀请大家可以给我们一条路，让我们的同仁们呢，可以将这份礼物往前送上来。我们的同仁们在哪里？同仁们在哪里？我们有一个礼物呢，是非常在地，想要让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呢，可以好好享用的。那首先，第一个礼物，大家看到还记得他是谁吗？没错，是我们的安吉。那我们在他们的房间里面呢，每一位都设有他们的姓名。皆さんのお部屋の中にもですね、一人一体皆さんの名前が入ったアンジーがいたと思います。想起，收到吗？手元にありますか？全員もらえましたか？都有收到。那我们这一次呢，除了每同学之外，我们还有特别做了一个鞠光少吹奏乐部的憨吉娃娃，要来送给我们的鞠光少吹奏乐部。特別にですね、私からこの吹奏楽部の皆さんにということで一体作ら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代表してお願いですね。代表してご紹介と思います。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有请部长来接受我们的总经理给一场的赠礼。
来这边拍摄。我们有一个要架高台的，有要架高台的吗 ？OK 了吗？不要了，那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局高说拜拜了，他们就要去，他们要去赶车了。那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跟他们说一声，下次再来怎么讲？马达一天的呢？马达，你来讲啊。